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扁金30日宣布，为加强防御北韩导弹威胁，计划于2023年启用的陆基神盾 Aegis Ashore 将搭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 Corp 所开发的最新型固态雷达 Solid State Radar SSR。其雷达侦测距离于1000公里。综合外电报道，小野寺五扁在记者会上表示，北韩的威胁没变，还未能掌握北韩有关废弃核武飞弹的动作，因此决定引进两套单价1340亿日元约台币374亿元的最新型固态雷达，将部署在秋田山口两县，以探测北韩动向。据路透报道，日本此次收购还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战遭到波及的日本汽车业被美国加重钢铁关税的贸易摩擦。美国国防部补充，日本部署搭载 SSR 的陆基神盾，加上两个站点30年以上的维护和营运等其他费用，估计预算将于4000亿日元约台币1100亿元。